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men， 今天会同大家去东平洲。我哋由下客站 B 出口出发，行十分钟左右就会到马料水码头。都冇谂过九点钟竟然有咁多人同我哋一起搭船，哈哈。去东平洲的船程大概是个半钟一程，来回船飞的票价是100元。那我们去程就会搭九点钟的船，然后回程就会是下午的五点钟。去到东平洲之后，我们就去了新昌士多吃海鲜，因为新年假期都比较多人的关系，等足九个字上才有嘢食。我自己就觉得算是抵食，同埋啲嘢食的质素都可以接受，挺新鲜的。好靓啊！哇，咁快去到旅程嘅尾声啦！我自己就觉得感觉好舒服，沿途都会见到好多好靓嘅岩石同自然景观，感觉好似去咗个小旅行咁，好啱同伴侣或者朋友放假去放松下、影下相嘅。第一次对住镜头讲嘢有少少紧张，如果你都鍾意呢条片，可以试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个 YouTube channel， 我哋下次见，拜拜。